民工，最后来到了我们的盘前，再一次感恩，感恩我们圣龙堂。最后也预祝我们圣龙堂香火鼎盛，信徒满天下。现在由我们绝大白龙庵卢姓正贤堂我们的顾问杨志伟杨顾问来进行接驾，感谢我们的圣龙堂之后以及我们的主帅我们的刘部宣灵公之后对所有人的一个庇佑，感恩，再次感恩大家辛苦了。谢谢我们圣龙堂为我们在这一次的整个绕境哦带来一系列我们精彩的印象，希望让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绕境可以更加的光彩，更加的热闹。那也感恩我们的圣龙堂我们的刘部宣灵公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照顾，再一次在这边代表我们的总炉主还有我们卢姓正贤堂的堂主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圣龙堂，感谢感谢。